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主要分三个方面啊。首先呢，要避免接触过敏源。避免接触过敏源，有些患者会说这样我很难做到啊。当然我们有很有针对性的，如果这个患者是对尘螨过敏，那我们会建议患者呢，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要戴着口罩出行，还有就是家里的床上用品呢，勤洗勤换勤晒，然后房间要保持通风。有些小朋友呢，就是尽量就是毛绒玩具不要玩，这样呢也能够减少过敏源的这个发作接触。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对虾蟹过敏，那我虾蟹就不能吃啊。有些患者呢对牛肉过敏，牛肉也不能吃。有些患者他对蟑螂过敏，那就家里的就是厨房卫生要搞好，这是第一方面，就是避免接触过敏源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药物治疗。药物治疗呢，我们经常会首先会考虑就是抗组胺药物。抗组胺药物呢，有典型的代表有开瑞坦啊、西地利嗪，这些药品都效果比较不错的。还有就是鼻用糖皮质激素，这个代表呢有布地奈德、有内舒拿，这样的治疗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还有些药物呢是中医中药，中医中药的话治疗效果也是不错，但是主要的还是抗组胺药和鼻用糖皮质激素，还可以进行海水的一个冲洗。海水冲洗的话有等渗的还有高渗的，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选择。还有第三种方法呢，就是免疫治疗。免疫治疗的话呢，在目前国内的指南都有明确的提出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以进行免疫治疗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免疫治疗，比如说对尘螨过敏的患者，那就可以选择免疫治疗。对其他的像真菌